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呈现的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欢迎收看。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面对生命的迷茫，诗人也曾这样追问，画家也在寻找解答。虽然说丹青难写是精神，但更有笔端浩气斩红泥。在嶙峋苍岩间，我们看到了坚毅的品格；在遒劲枝干间，我们看到了挺拔的傲骨；在笔意挥洒间，我们看到了不屈的意志；在简练清雅间，我们看到了超脱的从容。中国降噪，文明之光，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孟芝兰手工班与您一同走进诗画中国。有请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樊少皇。我是开卷人杨德战。画百杰长青之竹，写万古不败之诗，做千秋不变之人。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幅画作是清代画家郑燮的竹石图轴。这幅画现收藏于深圳博物馆。在这一幅竹石图竹中，一丛墨竹从悬崖峭壁下傲然而生，通过墨色浓淡深浅，线条错落有致，给人一种立体的层次感。他题写的这首诗更直接地书写了竹石的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是开卷人樊少皇。我是开卷人杨德战。让我们一起走进竹石图轴。Thank you.
杨德战，还有我们的古琴演奏家丁成韵，有请三位。丁老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香港演员樊少皇，杨德战，全国武术冠军，世界太极拳冠军。两位武林高手，这一位要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成韵老师。您今年高寿啊，丁老？78。78。首先想听一下三位对你们刚才的这个呈现，你们自己的感受如何？它是要呈现出来那个竹跟石，那我们的主题，我跟杨老师之间呢，就是要把那个竹的那个感觉把它给呈现出来。那我们也研究了一下怎么去把这个中国武术就体现出来竹的感觉，甚至说我们的衣服你看一黑一白，然后就是还有这种一刚一柔一急一缓的那种感觉把它给呈现出来。我们选择这个音乐的时候呢，还是费了些心思的，是用醉鱼唱晚，因为这首曲子呢，它的这个丰富性跟多变性，而且它产生的时代，我弹这个版本呢，就是跟板桥这个时间差不多，是清代中叶，这个琴弹上出现了一种豪侠之气，那么这首曲子就有这么一种豪侠之气。前面这个比较沉重的比较苍古的这个来描写这个山石重音的变化，那个跌宕啊，来表现这个风，竹子在风中摇曳，那种相互击打的那种情绪，所以这个曲子非常合适。所以如果从这个曲子诞生的年代来看的话，当你听到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板桥先生在作画的那个年代，它是有一种穿越感的，会把人带回到那个场景中。说回到这幅画，因为郑板桥画竹画石太多了，这一幅是藏于深圳博物馆的一幅竹石图。郑板桥啊，是清代的一位重要画家，他的一生啊，就是以兰竹石啊为主要的题材啊，尤其啊，他是把兰竹石啊和人联系在一起。他说过四时不懈之兰，百劫长青之主，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就画竹子而言啊，就是强调以自然的竹子啊为师，所以他在自己家的院落里啊种了很多竹子。他也说过，凡无画竹无所思成，多得与紫窗粉壁啊日光月影中耳，啊，某种程度上，他把竹子的这个本体和竹子的竹影联系在一起。其实画竹画的是精神，哎，他就是在画面上把所思所想，把竹的自然形态和竹的象征精神结合在一起。郑板桥的画它有个特点，基本上都有诗。板桥先生他不仅是一个画家，他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诗人，应该说诗画的结合和互读在板桥这儿就完美的实现了。尤其是这个竹子，它本来是有几种不同的品质，比方说吧，第一，竹子非常挺拔，象征着君子的气节；第二，竹子是中空的，它
它象征着一种谦逊啊，它非常谦虚啊，虚怀若谷。但是在这儿，竹子被赋予了一种新的道德品质，就是坚劲，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破岩是什么呢？就是裂开的岩石，裂开了扎根在那儿。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植物是长在土里边的，那么它能咬住青山扎在石头里头啊，这就不是一般竹子，它能从石头里头长出来。你想想这根得扎得有多深。他是在潍坊做官的时候，他虽然只是一个县令啊，但是特别尽职尽责。他又写了一首诗啊，崖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五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虽然我是个芝麻大的一个小县令，但是我就跟这竹子一样，我这个每一根神经啊都挂着老百姓的疾苦。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这个人本来他是一个有态度的人，他是有很深的这个家国情怀，他不是一个像我们想象的一个闲散的文人。康老师，你刚才讲了很多郑板桥的诗句，我想啊，这提示我们啊，在看画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画上的题画诗，由此来增加对这个绘画作品的理解啊，因为诗画一体啊，诗画互补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特色。郑板桥的画我是从小就看啊，因为中国过去的这个文人艺术讲究琴棋书画啊，这个琴棋书画是不分家的。我从小摹板桥，我也画郑板桥，我从小受的教育琴棋书画全也有全，全您也要学。但苏东坡说的特别好，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就无肉人会瘦，无竹人会俗。就他觉得竹子真的是，就文人你要没有竹子，你就感觉好像是缺少了筋骨。其实正如大家所说，我们每个人心中啊都有对竹的情怀啊，因此竹石精神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底色。所以看到像郑板桥也好，其他画家也好所画的啊千姿百态的啊这些竹的图啊，有的竹在岩石中啊坚韧的生长，有的竹在风雨中啊摇曳不倒。竹之风骨啊，在千百年的文化积累中啊，就为我们沉淀下啊非常有韧劲的精神力量。郑板桥呢，是清代后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人画家。他的竹子，他的石头，他给人感受的不是一种清瘦，而是一种非常的干净、挺拔，这个具有象征性的，像这种人格的魅力，一种高尚的品格，这个屹立在画面上。再一次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一个如此极致的呈现，再配上这样一幅竹石图，给了我们今天更多的启迪和想象。谢谢。有请下一位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许嵩。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要给大家打开的这一幅画作是《江干雪霁图》，虽然它的作者无从考证，但当我面对它的时候，被这幅画寒中见暖、静中有动的意境所打动。一场大雪过后，整个世界银装素裹，辽阔苍茫的天地间，几块嶙峋的山石拔地而起，山石下面有几座屋舍，
屋前两个人站在雪地中，老者拄杖而立，青年拱手问安。仅有的两个人物显得如此渺小，而他们身后冰天雪地的山河景象却又是如此壮美，不由得让人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阁有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急宿广庭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江干雪霁图，领略诗情画意的山河雪景。上行书沾墨了几行路，寒夜风惊竹，谁在窗外起舞，而冷风隔窗，我静静的读。炊烟不安，袅袅了几道弯，俗世万般不敌雪落轻叹，眼前雪满山，咫尺纷飞不断，门开不远处与天地对谈。雪尽一壶酒，与你共饮春秋，盼前尘回首，三生一世游，千年画卷不寂寞，不沉默吹掉的是洒脱。雪尽一壶酒，与你共饮春秋，天涯话不多，浮生继续走，情至无再不犯愁不落寞，花丧把谁开口为之忧。洒空水落地，向深人寂静，群山皑皑，谁来命名，金素雪如轻落不停，广庭闲不语却动听。三生一世游，千年画卷不寂寞不沉默，江岸垂钓的是洒脱。雪尽一壶酒，与你共饮春秋，天涯话不多，浮生继续走，情至无
徐松。你好，你好，请坐，请坐，请坐。江干雪霁图这幅画非常特别，连作者是谁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嗯，所以这幅画你觉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我当时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有联想到王维的一首诗，叫做《冬晚对雪以胡居士家》。这幅画其实有相传是王维所作，当然具体无从考证。那这首诗跟这幅画他们的风格其实是有相通之处，所以当时呢就请文山写了歌词。那这个歌词我觉得也是体现了原诗原画的精髓，那也抒发了对雪忆故人的这么一种情感，以及也有一些人生的况味在里面。嗯，所以当时是你和方文山之间的这次合作是怎么达成的，这个我也特别好奇，要不然也通过连线的方式来问问他。方文山你好。你们好。我一拿到一个资料的时候知道说江干雪霁图，我想说这幅画很特别，就是它没有浓彩重墨，它基本上画风就是去繁就简，那画面上很多的留白，就基本上就是文人画的典范。那我创作的过程中参考了一样是王维的诗作，然后就很有画面感，因为文字也有了，然后一些绘画的空间感，然后视觉也有，所以创作上我觉得还蛮幸福的。所以在你看到方文山的这个词之后，你的这个作曲当时你是有一种怎样的状态和感觉让你那么快的就能把这个作品能够展现出来？对我来说我的画面感是完全的十足了。又有画，又有王维的诗，又有文山兄的歌词融合在一起，这幅画卷就已经在我面前，我用的只是自己的作曲以及自己的演唱去把这个情给写出来。无论是诗还是画，最终传达的都是作者的情感。所以说到这幅画确实也是一个挺传奇的一个作品，江干雪霁图，它画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雪景啊并不是很好画，因为你古代也不可能用白粉啊来把它这个涂起来，它要留白，留白就要恰到好处。那么王维呢，他是水墨的鼻祖，也是文人画的鼻祖，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啊它都是用淡墨染过以后把这个雪啊来表现出来。这幅画当中下个雪以后的这个江啊十分的冷江清江，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那个江的时候啊心情是非常宁静的。这里有一座桥，这一处桥就把江的两岸把它连在一起的，更富有的想象和诗意。桥它实际上是临近两岸的一个纽带，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到啊，这个桥多么的美妙。我有乡村的经验啊，小时候就喜欢下雪，下雪的时候看到两岸的那个雪啊这个树林啊房屋啊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当下雪以后这早晨你一觉醒来把窗户打开的时候看到外面一片洁白的时候特别的感到一种兴奋，感觉到一个新的世界向你展示。那么何况王维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诗人画家，在他的笔下这个自然一定是通灵的，所以在这里他不仅仅把它画成宁静，他还赋予他生命，这里面是生命，就是可以看到这是烟啊，这边下来的烟都是下来的，走这边上去的烟都是飞上去的。这一条船画的也特别好，半隐半现。我发现所有的船啊在这个古代的画作当中很少有说整条画出来的，尤其是停泊在岸边的船，对，永远是有一半是影在这样画了，像半月一样很美啊。高妙之处叫可望可行可聚可游，它可以到达无限的远方，所以由近
有园有许有舍，有人有景有房子有大奖。水墨山水文人画就是从王维那个时代开始的，而王维由于他既是一个画家又是一个诗人，同时他又是一个朝廷的官员，他还是一个田园居的设计师，他还是书法家。在盛唐那个时代啊，像集众多艺术才华于一身，像王维这样是极为罕见的。而且他写的诗的风格，特别是那两句很著名的“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他是能写歌颂大时代的主题的这样的诗人，同时他又能写“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充涧中”。大时代我能讴歌我的美的小境界，我也可以细会，所以他写了这首诗：“阁有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激素广庭闲。”诗人的想象力是超越普通人的，他写写是洒空深巷静，你一看就能想象到在穷野里边好像那个雪花正在慢慢的下。他这个维度是有纵深感，而且王维本身有一首诗就叫画，那首诗里可能描绘的就是他觉得画的最高境界。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就所有的一切都是画，但你会发现它跟真的一样，就那种跃然纸上的感觉。王维对自己有评价的，说老来懒赋诗啊，我老了都懒得写诗，唯有老相随啊，我就剩下老了。你别以为他老在那谦虚，后边来了两句说什么呢？俗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啊，大家都说我是个诗人，嗨，我觉得我上辈子恐怕是个画家。这你就看出来他有轻重的，你们都说我是诗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前辈子是个画家，不能舍鱼席偶被诗人知。所以我们说王维这个诗人啊，王维这个画家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存在，为后人再次进行艺术的再度创作乃至创新提供了一个什么呢？起点。画没留下来一张，后代画他的这个风格的画那是千万张，这才是真正的大家。我特别想问一下许嵩，如果给你一个选择，在这幅画上随便你找一个地方诗意的栖居于此，你会住在哪？我住在这边吧，这边稍微热闹一点，就是既有闹也有静，这样你住在这两个对话的人物的背后。对，你看他有四间房，那起码也是住了两户三户人吧。吴馆长住哪儿？我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旁边有好多书，夏天的时候啊很凉快。他是在冬天里头先就想到了夏天。我住那条船上，想停就停，说走就走。所以你看每个人看这幅画眼中都会有自己心中向往的那种生活的意境，美好安宁。那么江干雪霁图表现的是一个雪景啊。那么实际上雪景的作品从唐代以后到两宋山水里边啊成为一个母题，所以这幅作品呢应该说它从画面里边用一种唐宋山水的这样的一种城市感，它表现了一个冬景之中的山水物象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为什么说以往是传为王维所作，就是这幅画其实它带有一种唐诗中的那样的一种境界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董其昌所论南北宗之中的南宗的那种韵界之美，诗意之美。所以我想这也是这幅江干雪霁图试图传达的这种诗意和风格。所以特别感谢许嵩，感谢方文山，给我们用这样一首作品带给了我们对美的一种共同的理解，对生活的一种共同的追求。谢谢，谢谢许嵩，谢谢方文山，带给我们这幅江干雪霁图。有请下一位开卷人。
大家好，我是开卷人郝若琪，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地昂。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幅画作是清代画家任颐的《公孙大娘舞剑图》。这幅画描绘了唐代著名舞者，也就是那个年代的舞蹈家公孙大娘表演剑气舞的情景。画家的灵感来自杜甫那首著名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气行》。看到这幅画的第一眼，我们就会被它流畅的线条所吸引。公孙大娘立在画面中央，她手持双剑，身姿妖娆，更奇妙的是围绕在她两侧的这一圈圈线条如同彩链当空。看武侠小说经常会说武林高手剑带寒光，气贯长虹，画家用他丰富有趣的想象把传说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剑气给画出来了。让我们一起走进公孙大娘舞剑图，感受杜甫笔下天地为之久地昂的剑气舞之传奇。Thank you.
声有请郝若琪，有请。老师好，老师好。欢迎欢迎。公孙大娘舞剑谱，我想公孙大娘可能是中国千百年传统文化中第一大娘，最有名的大娘，最有名的大娘。你想从唐代到后世，不断的有她的传说，不断的有对于她舞剑的这种奇妙的这种景象的描绘。其实我作为现代的舞者，我觉得我挺荣幸的，用这样的舞蹈的方式和他遇见，其实是很幸运。对，因为剑舞在我们这个专业领域，它需要一门专门的一个课程去花时间来学的，它和我们平时跳的一些古典舞的一些舞种也还是不太一样的。它有武术的东西在里面，有武术的这些东西，它的神、它的气、它的韵都是要融合。比如说跟您就是做个小示范吧。好，它是有一个口诀的，起于心，发于腰，所有的这个出去的时候要在于腰力去来带，腰要对腰力来带。下一个是行于臂，就是它给出去的时候这个臂你要先带，如果没有臂的话看就是棍，它这个臂力要带、然后最后是达于剑，形成剑花。如果我们在起的时候是腰和气带走的话，哇，它的剑花就回来了。最后我能看到有一个细节，就是你在舞蹈的结尾是向这一幅画的一个致敬，就是你的两个动作是完全还原了这幅画的，又回到了这个静止的这一刹那。其实这幅画当时我一打开的时候被惊叹到了，我真的觉得画家他的深厚的功底和他的想象已经极为惊叹。画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是要做一次大胆的视觉实验，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些影像记录的工具和技术，但是他想做成一个叫延时摄影，对吧？对，其实你看他用了线条就画出了这个他的剑锋的这个行走的轨迹，对对对，还有剑锋剑舞的行走轨迹。所以这个在当时这种画风是不是还挺先锋和挺前卫的？舞台上展示的剑舞啊，可以说是神采飞扬。在我的感受中啊，特别和任伯年的这幅作品啊形成一种叠意，这个形象的关联动态的丰富，特别是构成的线条之美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欣赏这幅画作很有启发。那么这幅画是任伯年的一幅粉本画稿，我们看上面呢、有当年徐邦达先生提的这个跋，上面写着公孙大娘舞剑弃图，伯年先生粉本真迹。这里就有一个概念，什么叫粉本？一般的来说啊，粉本是具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一个画稿，第二个，这个画稿不仅画家自己画，他还可以自己重复画，也可以供别人创作参考。中国古代有很多大型的壁画啊，其实都是有粉本的，也就是有一个样本，多变的来进行描摹。但是任伯年啊这幅作品不同，因为任伯年是属于清末画家，绘画史上啊称之为海派代表。当然欣赏这幅画我觉得要把握两个点，一个是这个画的主题，因为公孙大娘舞剑啊这本身是一个一级典故，至少是书画艺术上的一级典故，或者也可以说包括舞蹈艺术上的重要典故。当年这个公孙大娘的舞剑啊，可以说触动了很多啊书画家的感受啊，所以由书法上类似于公孙大娘的舞剑，那么又有通过绘画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一个历史故事。任伯年之所以要表现公孙大娘舞剑，其实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一个历史的故事，而是他借题发挥来施展他在线条表现上的天才，所以这整幅画可以画得说满腹风动啊，这个人物的舞剑啊已经舞出了各种的这个剑影，不断的展开的啊，像长袖舞长筹舞一样的啊这样一种动态，
与此同时啊，这个后面有人观舞，尤其是松柏的画法，也如同啊受到了舞剑卷起来的旋风，所以满腹飞动，浑然一体。而且你看他选择这个题材《公孙大娘舞剑图》，嗯，这题材选的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这个题材直接就是从杜甫诗里头拿出来的。哦，但是这个公孙大娘呢是在原来在宫里边跳这个剑气舞，剑气舞不是舞剑啊，剑气舞是一种舞种的名字，嗯，它就是一种剑舞啊，就是跟软舞相对的。嗯，那么这个杜甫写的是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嗯，这里边这个特别有意味的是什么呢？就是杜甫当时已经56岁了，在夔州，等于是流落夔州，他在一个官员的家里边看到这个李十二娘舞这个剑气舞，他一看觉得非常眼熟，他说你老师是谁啊？他说我老师是公孙大娘啊。啊，杜甫一听大为惊讶，为什么呢？杜甫6岁的时候在他老家，就在他自己家乡河南的郾城看公孙大娘跳剑气舞，6岁的时候，所以一直记到50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之后，脑海里始终留着这个话。对，想当年这公孙大娘在皇宫里边作为梨园弟子，那也是一时辉煌啊，即便是在民间舞蹈，老百姓也是观者如堵，掌声雷动。张旭草书的书法家，包括吴道子，这些人都看过公孙大娘舞这个舞，启发了他们的艺术。但我想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魅力所在，就是不同的艺术门类相互之间是彼此借鉴，是的，彼此融合，共同成长，谁也不排斥谁。所以当时盛唐的时候，这个张旭的草书、裴敏的剑术、李白的歌诗，这是盛唐三绝啊。但是这三绝你就看出来他们都是各自不同的艺术门类，对啊，但是慢慢在后世它又有相互的融合，哎，它又融合在一起，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是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融合。对，就像我本身是中国舞出身，但是我在学习的时候中国民族舞都有接触，基础训练又是芭蕾舞和古典舞都有，看对，还要融入现代舞，因为每一个舞种和舞者大家都是属于有着自己的光彩的，但是我们会去吸收更多的舞种，最后用你的方式去展现更好的这样一个作品。其实跳历史人物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荣幸的，因为我之前也跳过花木兰，我也希望自己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能够去用我舞蹈演员然后我们舞者自己的方式去传承我们的中国历史人物，传承我们的文化。谢谢。应该说任伯年的画和杜甫的诗，诗画双璧啊，先有杜甫的诗，后有任伯年的画。同时呢，两件艺术作品应该说都根植于公孙大娘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公孙大娘舞剑成就三圣，这幅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用这种繁复的线条来表现公孙大娘的这个剑气的那个行动的影踪。当然这种表现呢，应该说清以前的绘画里边是不多见的。我想真正意义上从海派绘画的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公孙大娘的传说故事，所以我想这也是这幅画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实际上诗里没有说多少这个公孙大娘她具体是舞姿是什么样的，只有四个字啊，就是流离顿挫。那么任伯年就用他的艺术想象，用他的这种创造力，这也是他非常被人称道的一点。虽然相隔着有时代，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仍然会觉得他非常的前卫，非常的现代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从这幅画作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是在于他们不断的这种借鉴和融合的过程。谢谢，期待着您更多的作品呈现在舞台上。谢谢郝若琪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呈现，带我们一块儿赏析了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谢谢。中国降噪，文明之光，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孟芝兰手工班与您一同走进诗画中国。
健康好油看油酸，诗画中国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鲁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有请下一位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胡彦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的风骨令人惊叹跟令人敬仰。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幅就是关于松的画作，来自画家李唐的传世名作万壑松风图。在这幅画中，山峰高耸险峻，白云缭绕，在山间幽谷里，数十棵苍翠的松树盘根错落地生长在岩石上，陡崖峭壁间细细的山泉奔涌而下，大自然的雄壮之气扑面而来。我在看到这幅画时，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画中浓密繁茂的群松，但是当我仔细地观察和感受这幅画时，我仿佛从这幅画中听到了万壑的松涛声。画家李唐仿佛有一双巧音善奏的妙手，用他的笔墨弹奏着这万壑松风之境的乐曲，更倾诉着自己像松树一样堂堂正正的向往之情。让我们一起走进万壑松风图。去群仙，小时一起至高枕边寻天下第一等，此山南边最高峰景象反扑来对阵，枝叶繁茂不争春，请把志愿更新。
转月色，伸手出清冰点，百里行送身寥落时不自怜。最高峰景象反复来对着，枝叶繁茂不成全，请把枝叶敢牺牲，一高一低一坦荡，一处中留一幸福。掌声有请胡彦斌、魏申阳，有请两位。请坐，请坐，请坐。哇，刚才的呈现，一歌一舞，一静一动，一激昂一舒展，一画一诗，两位刚才的这个搭配是一个绝妙的配合和呈现，让我们既看到了画意，更感受到了诗意。刚才这段舞蹈啊，给我们再现了李唐这位画家他作画的神态啊，作画的精神，能够把我们带到历史的情景中去。因为我知道魏申阳很年轻，20多岁，但是在这当中你要扮演的这个李唐，可是在他创作这幅画的时候，那可是将近60岁的老人。在一个舞蹈作品中，既让他是个老人，又要看出他在画的过程中的力度和他的刚毅以及他的精神。这个画其实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松树的力量感，在这种陡崖峭壁上的松树的生长环境，它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艰难的，而且这其实是一种给予我们在意识上的这种坚定坚毅。万壑松风图，它是和郭熙的早春图以及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并称为宋画的三大精品，就他在画史上的地位是极高的。这个李唐啊，是属于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位大家，因为他经历了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那么他的勤奋好学，诗书画俱佳的啊，这样一种才情啊，在美术史上是很著名的。万壑松风图既是李唐的代表作，也是整个中国绘画史的重要代表。从年龄来说，那时候李唐正值58岁，属于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时代。我们看这幅作品啊，它其实在结构上啊，可以说非常大气，画面的构图自下而上相当的饱满，山峰巍然而立，整个画面啊，可以说是一座松的纪念碑。从技法来说，它前景中的这个松林松叶啊，都是用一种非常细腻的繁复的画法。中国话说的
密不通风，有一种质感。从主峰的两侧呢，哎，它又画了一些啊细流的山泉，那么就形成了一种啊线条和团块的啊这种对应，两条啊山泉顺着山势流出，最后相聚又形成一个水面。所以这个画的内容啊非常丰富，把这个松的啊这个簇拥，山石的啊这种雄伟，和云的轻快与瀑布水流的轻盈结合在一起。这幅画的名字叫万壑松风图。对，壑看见了，山峦沟壑。对啊，松看见了，风在哪？我们通常说啊，这个松林之所以啊有这个气象啊，就是因为有风。但是风又是一种无形的形象啊，怎么来表达？所以一个他把这些松树的啊整个造型的趋势，哎，都有一种风刮过来吹响漫山松林的这种景象，而通过几朵云啊分隔了前景、中景和远景，啊，也意味着这里有风。因为云呢，通常也就是风的一种表达方法，因为风是无形的啊，看不见的，哎，但是云气是看得见的。其实李唐的松风啊，就是把看得见的松和你看不见的风啊结合在一起，所以画面是静止的，但是画家通过风吹过啊这个松林啊，使这个松啊有一种在大风中啊挺立的这种形态。所以我觉得古人画山水，为什么山水是这个绘画当中的一大宗呢？就是它记着山水，它能表现自己对个土地的情怀。我画的这个郁郁葱葱，我画的这个山间的风声，我画的这个溪涧长流，这本身就是说明家国山河常在心中。而且这个群松百态代表着一种团结，所以其实我在这首歌里面整个演绎的时候，我所有的感触就是很潇洒，很雄壮，很坚定。因为这个孔子曾经《论语》里面曾经讲过嘛，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虽然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呢古人却从当中悟出了生命之道。那么咱们今天呢看到李白的这首诗，包括彦斌唱的这首歌，这诗的名字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那么李白在这首送给魏万的诗里边也写到了群山万壑这种壮阔的景象，那么跟这个万壑松风图啊实际上在内在的精神上是非常契合的。李白写松写太多了，是吧？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长歌引松风，曲径何兴兮啊。那么所有这些你都能看出来，李白写松有一个特点，一方面他是写松的挺拔这种气节，另外一方面啊，他写松的飘逸和洒脱。而且呢他还经常用松来勉励他的友人，说续君轻松心，努力保霜雪啊，我希望你在世事艰难的路途当中依然有一颗冰心，依然有一颗霜雪之心。而且我觉得最经典的作品这幅画在这儿，可能我觉得十年前看是一个状态，今天看你想到的是另外一幅面貌，在未来的十年以后你再看，还可能映射出来的是另外那个自己。其实它没变，而你不断的在思考，不断的在翻阅的时候，你发现了更好的自己。中国画画山水，它是画画家内心的一种心境境界。万壑松风，你听不到风，你也看不到层层叠叠的各种山脉，但是当你近看这幅作品的时候，你却能感受到万壑的存在。它跟万壑跟松风它是在对话，使得这幅作品跟人都充满了一种生命跟生命力。
有请下一位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廖昌永。大家好，我是开卷人阿云嘎。流宿已成云，借地而为雪。今天我要给大家打开的这幅画卷是快雪时晴书画合璧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画前装有赵孟頫书镇皇宫望的快雪时晴四大字，来自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画中寒林映黛，山楼正对远峰，山树用干笔飞柏画出，上空有红日一轮，用朱砂画绘就雪山初晴的景象，勾勒出雪后大自然的美丽洒脱和疏朗。虽然画中并无人，但是这一幅快雪时晴的雪后美景却将王羲之、赵孟頫、黄公望这三人在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究竟他见证了怎么样一段情谊？让我们展开画卷，去邂逅这一段画作背后的故事。我是开卷人廖昌永。我是开卷人阿云嘎。让我们一起走进快雪时晴书画合璧卷，走进这片冬日美景。赵孟頫是元代开启一代画风的领袖，黄公望倾慕赵孟頫的才华，拜赵孟頫为师，赵孟頫欣然接受，成就了一段师生佳话。赵孟頫十分喜爱王羲之的字，尤其是这幅快雪时晴帖。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为国，为节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这日赵孟頫一时兴起，仿写快雪时晴四个字，并将它赠与爱徒黄公望。恩师倾囊已受，学生莫齿难忘。愿我来日云游四海，描绘山河雪意之勇，一天为梦，一地为路，品味人生修得返璞归真。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红粉赠佳人，宝剑赠英雄，妙曲赠妙儿，一品献苍穹。今日我从王羲之的发帖中仿写了快雪时晴四字，想
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几山川，谁知等来的却是恩师仙逝的消息。斯人已去，唯有将恩师所赠四字，以栩栩如生之姿留存于世，方可一泻心中如滔滔江水的思念之情。这一天千字如眠，这一别杜鹃啼血，再回眸马蹄声随风铃摇醒过去岁月，每一笔浸润丹青如泪，东风错蜡炬成灰，抖动指尖让绝学不会湮灭。人生是一场快来快去的雪，一片雪花，一个崭新
请坐。两位刚才的呈现实际上是一个小的音乐剧。最早的时候做这个音乐剧啊，电视呈现，尤其做这种古典中国古典诗词故事人物，其实是挺难的。我一直想做这样的事儿，然后我就看到快雪时晴这几个字儿，哎，了解了一下，里面这画里面没有人物，然后我们可以从作者画家他们俩有什么情感啊？所以查到两个人应该叫师生的这样的关系，我说这个事儿我必须要找廖老师啊，廖老师就是我的老师啊。我不知道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师生的情谊是什么样的。让我很感兴趣这个事，我觉得他这个把三个伟大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对，因为快雪时晴王羲之，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对，那么这个把王羲之、把赵孟俯、黄公望，历史上这么三个伟大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他其实也讲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前一辈的对后一辈的影响，前一辈对后一辈的这样一个认可、期许，完成这样一种文化的传承。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作品，我是很心动的。现在大家看到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羲之顿首，对，快雪时晴，家享安善，安善为国为节，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所以《快雪时晴》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最开始是王羲之点了个题，然后其中最妙绝的佳句是快雪时晴，这是有诗意的。在过了900多年之后，被赵孟俯敏锐地捕捉到，写下了这四个字送给了黄公望，黄公望把它变成了画意，然后从此快雪时晴这个题目就成为了明星后来的画家不断去画的一个主题，像什么八大山人、昆蚕都在画这个主题，所以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的传统和艺术的历史，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这幅《快雪时晴》书画合璧卷，画是主体，也是黄公望晚年几幅雪景图中非常重要的一幅。
他当时啊画的主要是雪景，那么到了后来啊，大约在清代啊，人们觉得这幅大片的雪景啊中间又有旭日这样一种情境啊，和赵孟頫送他的快雪时晴这个书法意境非常接近，所以将书法和绘画装裱在一起，这就真正是体现了叫书画合璧，也就是有了这幅作品的命名。当然黄公望的山水画在中国的山水画史上是非常有造诣的，他在浅绛山水这个体例中啊可以说非常拿手，但是这一幅快雪时晴书画合璧卷中的山石的画法，我们看它还是以墨色为主，就是在石根上做了一些淡赭石的渲染，因此啊这幅作品啊更加体现了黄公望的这个笔墨的功夫。其实在中国绘画的创作中啊，这个雪景山水啊是一个难题，怎么样用水墨来表达雪色，这里啊就涉及到这个中国绘画的这种独特的语言。这个中国画这个传统中啊特别讲究啊，叫做既白当黑，既黑当白，所以画面中的留白是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所以中国画画雪就有了以黑衬白的这样一种特点。那么在这个雪景，无论是山峰还是大地还是这种寒林上面的雪，大部分都是用空白来留住的，通过留白来体现雪色的白与此同时，在这个雪的这个景物的周边要进行多层次的渲染，从而使得这个雪景的白啊不是一个平面的白，而是具有深度空间的有这种雪的这种氛围的这种白。所以中国画用这个墨色来体现白雪，可以说是种独特的创作，这个在全世界各种画种中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也只有中国画的笔墨才能这样来表达具有高雅高洁的纯白的意境。中国人是很喜欢雪的，因为雪呢洁白晶莹，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个快雪时晴图啊，这个书画的合璧，我们就有很深切的感受，是吧？他画了这么大的一幅，最妙的是用丹砂点了一点太阳，把这个丹砂朝两边抹开，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霞，太阳的霞光。快雪时晴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传统的水墨当中，他用丹砂一点，整个的这幅画展现出了一种希望的光彩。快雪时晴是什么意思？任何一场雪可能都会带来失意，但是随着天气放晴，让我们感到未来充满了希望。当年的王羲之只是顺手写下了一个短信，没想到这个变成了后代艺术史的一个起点，无数的文人去读这个帖子，然后激发着他们艺术创造和创新的想象力。赵孟頫那是划时代的艺术巨匠，他敏锐地捕捉到在这个帖里边能够真正再次完成艺术创新转换的就是这四个字，是吧？但是他写下这四个字他要给谁呢？依然要传递给一个同样具有扎实的艺术功底，并且有可能再一次助推出一个伟大的艺术的天才的成果的人，而这个人就是黄公望。看那个左下角，子昂为子九书，子昂就是赵孟頫的字，字子昂，子九是这个黄公望的字，所以你看这个真真的，这就是为你写的。
梦之蓝手工班与您一同走进诗画中国，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诗画中国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赞助播出。健康好油看油酸，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海天的醋真正谷物发酵，米醋真，陈醋陈，香醋香，海天的醋值得亿万家庭信赖的国民醋，海天的醋。这一幅字，他们何必在一块儿，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同时又激发新的生命力的故事。但他与此同时又告诉我们，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创新和新的巅峰之作一定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现在说的这件合璧卷，它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拼到一起的，拼的人就是后代的鉴藏家。赵孟俯写的这个快雪时晴来自于快雪时晴帖，原帖字非常小，那么赵孟俯把它放大了很多倍来写成，就像苏东坡说的一样啊，它是大字难于解米而无鉴。赵孟俯放大的这个临仿就达到了啊苏轼所说的这个效果，所以呢赵孟俯呢把它啊写下来送给了自己的这个学生。黄公望本身对于赵孟俯给他的这个书法实际上非常看重，而且黄公望他像这个赵孟俯一样，赵孟俯善于学习王羲之，黄公望也善于学习赵孟俯啊，他呢非常珍视他与赵孟俯之间师生的情谊，他是一个开宗立派的人物，但是他也是从赵孟俯的绘画风格里脱胎出来的。他和赵孟俯可以说都是善于在学习这个继承的前提下来进行开拓创新的。中国降造文明之光，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孟之蓝手工班与您一同走进诗画中国。健康好油看油酸，诗画中国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鲁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傲。